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林奎 Michael。今天下午去赌城，这家叫 Minority Lake Center， 这家赌城。今天人太多了，我刚才进不去，车也没地方停。好，现在只能回去了，再睡一个觉，明天早上早早的过来比较好一点。反正他是今天是第一天开业吧。今天是第一天开业，然后今天十点第一天开业，对吗？然后从今天开始，每天24个小时，反正不急嘛。赌钱就是这样子，不急啊，越急越坏，对不对？就是预热嘛，预热第一嘛。我今天中午租一部汽车，这个汽车就在这里前面，你看到没有？白白的这一部，哎呀，这个是德州牌子啊，你看，德州牌子跑到明尼苏达来，你看看到没有？这部车，德州牌子，一天保险费全保，啊，不管你怎么开，全保。50几块钱，这个电子锁应该到了这里，应该自动的，还要自己去按，那么麻烦。那不叫全自动的，啊，一键启动就这样。好热啊，今天有点热。现在回去，然后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上早早的再来。好，现在放假还有十几天嘛，下个月16号去那个一个高级度假海岛那边去工作，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15号都是在路上过，计划去拉斯维加斯、洛杉矶、圣地亚哥，但是还没去之前只能说计划。你知道美国现在疫情严重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快，对不对？好热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今天没有赌，再跟你讲明天早上的事情。好，安准带拜上去，谢谢你，拜拜。